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簡爾小廚神 Jenna。 最近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，相信大家都少了出街，多了留在家了。今天就到我教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韓國料理，芝士韓式炸雞翼，夠香口之餘，而且這個也是一個免油炸的版本，即刻看看什麼材料吧。如果怕油炸麻烦的话，就可以将薯片压碎，再将已经沾上蛋液的鸡翼泼上薯片。这个懒人做法，就算不油炸都可以整到脆卜卜的炸鸡的。完成啦，望落好吸引喎，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用薯片做外层，鸡翼果然非常脆口，而且再配上芝士酱，真系好似韩国嘅炸鸡咁啊！呢个做法方便又简单，就算出唔到街，大家一于喺屋企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！